零一零二可以过，零一零二当然可以过啊。这个关卡挺简单的，5+2，这样缺大圣吗？可是我每次带大圣，就有人说没有大圣要换钱，而且不止一个人，真的很多人没有大圣，没有骗你。前面好像打很快没看，反正后面可以挤啊。下一个合作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。这样康的比下马棋好，当然啊。可是下马棋是便宜，那个免费的，所以我们就带下马棋啊。你们不是说平民还是干嘛？其实我也不太懂现在平民的定义到底是什么。现在很多队伍都不平民吗？应该说很多队伍大家都有，那这算平民吗？然后其他。像大家都抽那个合作卡嘛，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平民。不过我还是尽量用免费卡，让大家都能去通关，这样好不好？可以换炭吗？可以啊，绝对可以换。炭治郎光他那个技能前后就直接30 combo 啊。甚至不用用到那个蚩尤的天降眼，所以智狼是绝对可以换的，绝对，而且换了还会比较好，保证给你30伤。蚩尤就很不平民，有些人可能就是抽完蚩尤之后就没有钱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就只能游在蚩尤，就是严格说蚩尤其实不算贵吧。你知道一年存一个魔法石，到过年抽就好了。其实无氪仔是有机会入手蚩尤的，只要你懂得那个这游戏它是哪一个东西在抢就好了。大部分都会是这个过年黑金嘛，所以其实老玩家都懂啊，懂得都懂。智狼可以60扛不行啊，啊天降下来一消全部隔开了，不能消啊。说会60扛是不是有点难啊？你是不是没试过才说智狼放蚩尤可以60扛？这边就一起进人，起到蚩尤跳起来，一个月可以存50颗，对啊，啊你四个月就存200颗嘞，就一张黑金的钱来。都过年了，连红包钱都舍不得花吗？就有些人可能是花红包钱啊之类的，也不一定。反正过年就是抽强卡的好时机啦。无数没有按出的就是你了。我再开这个，这边对，直接转就可以了，不用拉角色机。大不了打不过再重新起技能，对，这边才要拉角色珠，我们来经验是这样子。然后拉角色珠，还是开龙科啊，开龙科好了。玩龙科也不用省嘛，
如果真的没过才尴尬，所以我们不要省龙科好了。真的没过超麻烦的，没有就没有机会要重打了。开 IG 就六十康，吃油三小吃油又没有一消，好，那没有六十康怎么样？你要不要立个 flag？ 来啊，来对赌啊！啊，你有没有玩过蚩尤啊？蚩尤是可以一消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自狼二技能，等一下，光心，我本身不喜欢。什么水平？然后现在是消心不消光，那个蚩尤自然的事情，等下再说。我们先拿蚩尤过，好不好？我记得是不行。水火三杀。自然二技那个三十颗水火就累积就没啦，不是吗？他不是只能累积三十颗吗？他手下就三十颗了，那要怎么添加？这个叠好应该能过。是你们是不是真没玩过？我真的有，我印象中我真的有拿蚩尤跟自然实测过，不行啊，他会留下整版的水火木给你啊。好吧，等一下我们来实测啊，多说无益，等等来实测就好了。23亿。23亿也敢在我面前晃嘞！直接开个技能羞辱他，也敢在我大蚩尤面前晃，真的可以相信我们？等等来实验，对对，看看。蚩尤超简单的，只是网关好像要吃手斩，可是这光速也太多了吧？倒是可以把这光珠都锁在旁边了，希望可以就消三只行好了，伤害应该够吧。有六十康要怎样？那你们先说没六十康要怎样，我再说没六十康要怎样。我根据你们那个下的 flag 来决定我的 flag。正常不是这样玩的吗？靠腰的天降那么多。哎，五颗，没事，我们蚩尤直接开起来，直接还原版面呢、啊。想不到我还有这一招吧？我要退订，不是阿佳，你有订阅吗？你根本没订阅吧？我抽十单给观众，这要玩这么大是不是？好，我跟上你，我抽10元给观众，够狠吧？我对自己通常都是最狠的，各位。好，这么说定了 ，OK。真的，我真的
说到做到，真的。我抽十元，还特别大声，真的。十九，不是我一下都真的没有办法这样降啊，真的啦。不是，要不然你现在打开直播，你测试看看好了，好吧？你测试看看看能不能这样降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实测过啊？你们是真的实测过然后讲这个话吗？还是没实测过？只是觉得他可以就说可以。奇怪，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样哎。真的六十，反正等一下就知道了啦，等等再来啦。我们先把这打过好不好？哎，要醒了没啊？吃油睡爽没？然后现在呢？好爽。二十二啊，直接手掌好了，还是直接开这个？可以哦。这个开右上角就好了。三颗，这样。慌乱的小手手，用无处放开。真小，刚刚试了可以六十，好吧，那可能我记错了。